发动引擎，吹油门，骑机车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要是突然熄火怎么办呢？高雄卢姓骑士去年在红灯路口前突然熄火，他一时紧张，边按刹车边用右脚往前滑，结果就被拍下这张国家级照片。骑士不服，打行政诉讼，强调他是车坏了，用脚滑行，然后就停了，根本没闯红灯。照片也清楚显示，红灯38秒时，他左脚在踏板，右脚垂直着地，顶多只有越线。而且他熄火后有去车行换零件，老板可以证明他车真的坏了。法官认为，路上真的没人用脚踩地滑行的方式骑机车，加上卢兰越线后有到旁边脚踩发车，显示他当时真的是熄火重新发动，看起来不像故意闯红灯。判决撤销罚单，1800元不用缴给国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